好，今天我们吃深夜炸串。抓到我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吃货。不会有人不喜欢吃香菜吧？炸串吃多了，脸上会出现什么？当然是笑容了。我要吃什么？好纠结啊！每样看着都好好吃。来一个炸香蕉。不用纠结，我来帮你吃吧。今天炸串好好吃。肥肠皆可塞万物。这个叫做太阳花。一口就爆汁。烤菠萝真的好清爽。
谁能拒绝的鸟店粉肠呢？太油脱骨的鸡翅啃的就是过瘾。夜晚的快乐就是炸串配冰可乐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